社会津贴的申请流程和规定常常让人头痛，不过中和区公所却很贴心，提供新北市五大社会福利津贴自我检核表，民众可依检核表先初步审核。另外，身障、老人、弱势儿少免临柜申请，低收中低收入户需到公所办理，如果不会填写资料没有关系，还有热心志工帮你影印帮你服务。我们拿到这个是政府那个给的资那个填写资料啊，我们就来到市公所啊，然后叫志工啊帮我们填写一些资料。有这些津贴补助呢，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很好的，蛮不错的。18号星期三开始办，那现在是刚刚开始，所以人会比较少一点。我们下面陆续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尤其到月底的时候会大排长龙都有的，希望他们需要这些帮助的办这些活的人哈，能尽快的来办。你好，请问你要办什么？每到年底，相关社会救助复查开跑，提醒民众收到资料先检核，申请最符合权益的社会福利津贴，才能避免重复申请社会资源。中央新闻陈佳云综合报道。